歌里呀里，我多么坏的有你。Angelina, baby, please. Please, baby, be mine. Angelina, do ya cha-cha. Forget about the time. Sign your name across my arm. I need that smart. Angelina. Ready, steady, start. We can cha-cha on the floor. We can cha-cha on the couch. Baby, we can cha-cha all around my house. We can cha-cha in the night. Cha-cha till two. And if you cha-cha me, I have to cha-cha you. Oh, Angelina, Angelina, be my senorita. Oh, Angelina, oh, my sweet senorita. I guess you say yes, Angelina, Angelina. Be my senior. 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心脏病好不好治啊？然后那个 ICU 一天多少钱？完了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就是那个保险公司，如果就是那种被气死的，他给理赔吗？你不要这个，那你要什么？你把那个捡起来给弟弟，把那个捡起来给弟弟，那个捡起来，对，给弟弟，给弟弟，谢谢你啊，快起来，能打开吗？可以打开吗？打打呀。磕嘴了，我滚。
搁他嘴里。弟弟胖不胖？胖死了。胖死了。嗯。那你打他干嘛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抢哥哥在干嘛？哥哥掐你了？嗯。掐你哪了？你不是掐哥哥了吗？哥哥掐你了？掐你哪了？掐你腿了？那你掐他了没？你有没有掐他？你也掐他了？那不公平了吗？会，谁会？弟弟。弟弟会啊？嗯。你还知道弟弟会啊？嗯。你们想看的哥哥盘弟弟来了。Later。两只崽子的日常，刚睡醒还是很有爱的，躺着亲亲没亲够，继续贴脸亲亲，亲亲完第一站，第二站，明天争取多拍一点打架斗殴瞬间。啊啊打人不打脸，弟弟你不讲武德。哥哥妈妈说不让吃，手快拿出来吧。本以为各忙各的，谁也不打扰谁，又开始了。啊，没有撤退可言。阿胖，
抱抱。刚睡醒的时候还是很和谐的。哎呀，阿爸，第一站大哥拜。这个时候还没看懂大哥这波操作是什么意思。第二回合小弟拜。哈哈哈，前面那波操作应该是在磨牙。这一回合大哥出局，小弟胜。你不是掐哥哥了吗？哥哥掐你了？掐你哪了？掐你腿了？那你掐他了没？你有没有掐他？你也掐他了？那不公平了吗？坏。谁坏？弟弟。弟弟坏啊？你还知道弟弟坏啊？
好了。不能吃、啊。咬住你！好啦好啦好啦，好啦！哎！俩人正在和大表哥玩躲猫猫，忽然，哎呦我的妈！大胖每次听到音乐就会来上一段。大胖去拿刚刚二胖丢下的玩具。阿胖。
专家说了，除非孩子主动邀请，家长不要去打扰他，他在认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要去破坏他的专注力。专注力其实就是学习力和竞争力，专注力好的孩子独立。当大胖又开始手欠时，没有撤退。Bye.